在宁波之乡出生的一些有名之士，有很多都是行商的，但是即使他们是行商，他们并不会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会透过任何方法把他们得到东西回报给国家。这种爱国的精神是觉得我们这辈的青年学习的。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香港的学生来到这里，其中一个非常欢迎的一个环节就是跟我们当地的宁波的学生交流互动。那其实这个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就是说两地的青年朋友们大家可以一块成长，共同成长，今后也是就是说除了我们香港的学生来宁波以外，也是希望宁波学生可以走到香港，两地的友谊长存。